好，先动脚，再动手。哎，二、三、四，大一点。怎么着？哎，怎么样？上去输了不服气吗？还敢过来？师傅，我师傅。等我很久了吧？就那神秘人。对了，是我。哎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讲。身后红，不是你这三番五次的派人过来，你这究竟是什么目的呢？今天你只管打赢我，赢了我之后，其他的原因你才可以知道。你敢跟我打吗？不是，你一个国家队男队员，我怎么跟你打？那这样吧，为了公平起见。我让你五分，你敢打吗？不敢打，那你永远不知道其中的原因。啊，那来吧，没什么不敢打的。那来吧。啊，行，来吧，那就直接打吧。不好意思，打了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输了。